非得要你喝，所以我们的很坚定的意志是这么的清楚。
欲望的过患，欲望使人颠倒，使人迷失。欲望呢，是我们无始劫以来那一念的贪爱，一直到了现在，那我们在这个生死之流一直没办法跳脱。若我们选择了出家，过着清净离欲的生活，那离欲呢，虽然我们现在你先出家下准备求受上品经，身虽出家，但我们的心念，我们的意念是否念之在之，是非常的清楚，决定之。我们不能跟烦恼妥协，可是呢，往往呢，烦恼它会很不自知的，欲望呢也会很不自知的，会跟我们有意间无意间会搭上一些关系。因此我们算是稍微一点点的福德因缘的，在世尊入涅槃的2000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们还可以听闻佛法，还可以在三宝道场用功办道。我们可以说是在不幸中的大幸，芸芸众生在此时此刻，有多少人还在受苦受难？但是我们在座的各位，我们是可以在佛法的熏修之下朝向解脱，何其殊胜！若我们起了这样的一念心，你必当珍惜。不用功，不上进，那就是退道。我们再想一想，全天下还有多少人连一杯水，连喝一杯水的因缘都很难具足？我们现在何止能喝一杯水，我们还可以听闻佛法，我们还可以在道场用功，何其殊胜！但是这一切的因缘，若我们不珍惜、不把握，我们的福德之粮也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消失，逐渐的消失。常常会提醒着自己，尤其我们开始求受大戒的时候，要远离欲望，绝对不是靠着你单独一个人的力量可以超越它。所以为什么世尊要成立僧团？僧团的功能，佛陀在2000多年前开悟之后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了鹿野苑度无比丘成立僧团。成立僧团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令正法久住。若此世间没有了僧团，
功能，弘法的因缘，众生啊，更加的受口受难。那僧团呢，是集大家的理念，理念一同，齐聚一堂，所以我们叫做十方云来集，各个学无。我们在僧团里面要对峙这个强而有力的欲望，就是只有你无我的智慧，才能够超越烦恼欲望。那无我呢，绝对不是远离了一个团体。有些人呢怕吃苦，他想说啊，我自己住，没人管。反正在僧团里面呢，还要早课，要轮主出钵做，还要师长管、师父管、师兄弟，太多太多的考验。因此呢，很多人就选择离开了僧团。假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那真的是佛教的教难。既出家，要抛开所有的我们的私心，说欲望从哪里来？欲望来自于我执，对我的执着。我的执着呢，是来自于我自己的感受，自己的想法。自己那个自以为是的这样的一个力量，来促使着我们不断的往外攀援，这有点可惜。今天呢，就这样的一个因缘，奉教授和尚之命，希望呢一直和尚跟各位多熏修勉励在僧团共修的良好因缘。就以我个人的学习过程，我一直都在僧团长大，出家之后到了佛学院，到了研究所，有因缘去讲讲课，然后呢，到各地去跟法师信众结结法缘。假如没有了僧团的力量，你很难走过去，因为伴随着我们的，若不是正法，那单位是欲望；若不是以法为伴，跟随而来的是修行的障碍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太多人都自认为我可以战胜烦恼，战胜自己，但是他欠缺的是正知见。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不自知的跟烦恼相应，不自知的去爱染着烦恼，不得而知，还乐在其中，已经在造业了，还不知道要反省，还不知道要醒过来。
那个力量来自于我自己，因为我们有太多自己的想法来控制着自己，来操作着自己。好，那么你就了解了，这个欲望首先要降服我们的情绪观念，我们的情绪观念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别法处，五蕴当中，五蕴色受想行识，色受想行识当中别法处，就每一个人他所领受的不同，就是受蕴想行称为别法处。我们对于我们的情绪的领纳接受，相继而来的响应，我们的认识意念，然后行运，我们的行为动作，它是一连串的。同样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人他的反应，他的对峙，也许都不一样，结果就不一样。所以啊，世尊一直在经典里面，在教典里面呼吁着比丘要知一止，法一止，莫依一止。知一止，法一止，莫依一止。你可以做好自己。我独无理，以法为伴。出家人不用怕没有资粮，只要你道心坚固。可是那个道心的坚固是来自于学习无我的理念。有些人呢，把那个我执把它错判了自己的道心，就是颠倒妄想，如同幻跟妄，幻化的幻，妄想的妄，这两者截然不同的理念。妄想是全然没有的凭空，你也知道想象而来的，我们称它为妄，妄念的妄。幻呢，是我了解世间万物非自性实有，我不染着它，但我可以依法相应它。在《圆觉经》里面谈到的就是知幻即理，离幻即觉。在这个大乘经典里面也提到，以一刹那心相应波雷之一切法，所以那以一刹那心非常短暂的这个受想行，非常短暂的那一念间，我们所相应的是波雷智慧还是欲望？当下马上清楚明白，你这一念所相续而来的是净念还是杂染念，是很清楚的。所以为什么要透过在僧团借用大家的用功来反观自己？所以成立僧团有几个功能条件，第一个叫做摄生，摄受的摄，大家齐聚一堂。比如说这几天
在这个各位新街，来到桃园佛教莲社求说大街。一个人在这边求说大街，跟四百多在这边求说大街，因缘力量也不一样，全然不同。各位，你们已经开始在度众生了，你们已经将那个道心的感染力已经散发了给多少的我们佛教的信众，起了恭敬心。这就是僧团的力量。一个人在这里求说大戒，会不会令人感动？也许不容易，四百多位齐聚一堂求说大戒，此力量之因缘，感动诸天，这叫做圣僧。圣，色受的色，每一位僧众，大家齐聚一堂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在这个道场，我们将我们的道心巩固好了，我们又将此理念呢，辗转的跟所有的人分享，然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，叫做集色身。将道场僧团的功能，就在我们的戒会，就在我们的道场，已经把它建立起来，一个僧众为承担如来家的那份坚固的道心，即色身。换句话说，在此时此地，也许过去我们有太多的烦恼习气，有太多自己的生活习惯，来到这里，我们开始学习放下它。我们稍微回想一下，刚第一天报道的时候，第一天、第二天，我们生活还不太习惯，我们现在已经渐渐习惯了。为什么我们要求说三堂大戒？这是在北传佛教，而且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非常特殊的，最少都要三十几天。为什么？以非常简单的一个理由来说，我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，至少要二十一天。我们有三十几天，我们基本上会习惯了这样的一个出家生活的习惯。换句话说，假如而后我们的道心，我们的生活方式，都能够像我们在求说大戒的时候这么样的坚定，那不解脱也难啊。你根本没时间可以打妄想。我们现在我们的戒师都非常的慈悲，还有很多的给我们的通口，为什么要这么严谨的课程？要打的烦恼什么？只许法生活，那样的精进的力量，那就是触动着我们朝向解脱的因缘。假如我们这四百多位每一个人的那个念佛的音声，那个道心，它所散发出来的磁场，那个力量非常不可思议。所以它有极色身的力量。再来第三个，令身安乐，因为我们住在这里，不用吃虫，
都不用烦恼，不用担心，只要你肯用功，只要你肯用功，都会有人扶持，都会有人来护念着我们的道行，就怕不用功。所以呢，令身安乐，你不用担心。等一下，哎，早上有没有饭吃？中午有没有饭吃？根本都不用起烦恼，样样具足。只要你肯用功，所以定身安乐，在一个和合的一个身中，和合的一个身团，都能够呢各安本分。我们都要呢各安本分的用功。我们是心阶，乃至耳后，都已经成为比丘，成为比丘尼，回到了自己的道场，也都要让心安住，不能散乱。再来呢，在这样的一个和合安乐的僧团当中，那学习佛法是很快乐的。有人入缘到僧团里面，都很担心，不敢来，为什么？他觉得很严肃，他不敢来。僧团的严肃，它不是那种很僵硬，它是一种柔和、慈悲、柔和的力量。因此，僧团里面所散发出来是那种慈悲、柔和，才能够令所有的僧众在僧团里面得以安乐。用功办道，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，我们都必须承担僧团正法久住的力量，这个因缘我们要共同的成就。好比一个人走在路上，他给人家的感觉，给人家感觉是，哎，精神很好，哎，人家觉得他精神好，可以让我成为我学习的榜样。有些人呢，懒洋洋的，人家会瞧不起。我们慎重也是。出家人要让在家人得以恭敬，那就看我们出家人肯不肯用功，有没有在用功。所以定身安乐，他没有恐惧，是僧团里面他是远离了恐怖，远离了颠倒，他没有恐惧心，定身安乐。然后再来呢，叫做折服无修人。折服，有些人在僧团里面，他很喜欢捣蛋，他很喜欢呢，挑拨离间的，甚至呢，不和合。但是在僧团的共聚一堂的因缘之下，慢慢的呢，他会调整过来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在道场要做早晚课，但是有些人呢，他就不想喜欢，
不想起来做早课，天气又冷，窝在棉被里面不是在哪？我曾经就碰过一位学生，他早课呢，动不动就请假，头痛啊，肚子痛啊，他就请假不早课了。哎，一次请，两次请，他就是不出来早课，啊，病源嘛，开源嘛，啊，我就想到了一个方法。就把学生啊，我们今天早课呢换到他的疗法，让他躺着，眼镜拿来，木鱼拿来，开始念佛，看他躺得住躺不住。你继续躺，继续躺，我念我的佛。你头痛嘛，就躺着。他不得不起来了吧？我还问他还痛吗？不痛了。肚子还疼吗？不疼了。我没有处罚他，把人带来到他疗法做早课。哎，下次碰到他，今天还请假吗？我很怕你的木医生。为什么我们大殿，我们道场里面有木鱼？鱼啊，代表的是一种精进。转凡成圣的力量啊！你躺着，我来敲你，躺得下吗？差一点拿着往生被把它盖住了，还好找不到，吓死他了。是有些人不得不用这种方法，他会想尽一切的方法让他自己错误的行为合理化，这叫做颠倒。所以我们必须渡他，我们就到他疗房去敲那个鱼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，折服他。一就是两个条件，要么你改变你，要么此生团你没办法安得住，就是这样。他折服无休了，每个人都起来在用功。怎么可以懈怠呢？有些人他会找出很多的理由来告诉自己，我暂时的对待我自己的色身好一点。可是他忘了，他这样一对待自己的色身好一点，这个对待好一点不知要再受多少劫的痛苦。所以当我们在僧团里面听到大板声，那都是从床上这样弹起来的，不是那个一听到板声怎么那么早又敲板了、啊、你连那个烦恼都不能起。我们一听到板声啪，用功时间到了，那是多么的开心啊，如同这个小学生啊，一听到这个老师要带他去远足，那么开心啊。我们第一天会，第二天会，第三天就卖个狗啊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找不到法的安乐，那叫做你的决定力量弱了。有些人听到我们的早上的这个起板啊，习惯了啦，菩萨爸爸。当我听到板声，那是多么的法喜！我今天还在用功，我今天开始精进。今天不脱臼，是那样的一个力量来触动着我们，而不是听到板声莫名的烦恼就来了。所以我们开始去转念，
寺院的钟摆就是要辅助着我们提起正念。当听到板声还想说啊，我想再赖床一下，都觉得我这里赖床不应该有的念头，都会非常快速的赶快起来。因为我们非常清楚，时间非常宝贵，人生无常，我此时不用功，我等待何时再用功。只要你肯用功，没有人会去障碍你，就怕不肯用功，就怕不肯用功。再来呢，第五，有惭愧者得安乐主。你在道场里面，你有惭愧心，惭愧啊，是我们修行者，尤其我们出家人必备的条件。如果一个修行的一个出家的连惭愧心都没有，你连惭愧的力量都没有，那大概可以了解到，你在此时此刻，你在今生今世要远离烦恼，恐怕没什么机会。惭愧心是我们修行里面我们的心所当中的善心所。以前我在读佛学院，那我们有时候几个人睡在一起，晚上安满了，累了，我想说躺下来休息。睡在我旁边还在打坐，还在打坐，我心里在想，该休息了吧？你这么用功，反正我累了，本来就先休息。早上起晚起来，他还坐在那里，他有困难不困？我都开始惭愧了。才跪到说，我来换疗法好了。为什么？他那么用功，我不用功，我丢脸啊！我就偷偷的问他：“你有没有在睡觉？”“有啊，有啊，有睡啊，是你没看到而已啊。”真的，我都没看到，因为我躺平的时候，他还在那边打坐；我起的时候，他还坐在那里。我就跟他讲：“你蛮好心的哦。”你这样折腾我下去，我恐怕脑神经衰弱。所以他就这么用功，也因为这样的力量来告诉着我们，他都可以用功，我为什么不能用功？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就是看到非常多的我们自己的同参道友，他精进用功的力量可以成为我们精进的助缘。记得当初要到台北某个道场去当义工，我那时候呢去找了这个卢院长，我可算是我的恩师，也算是我的善知识。研究所毕业之后，有这个因缘，要到这个地方去服务，人家来找我，我说才刚毕业啊，想说可能功夫条件还不足，有个院长呢就把我找去了，他就问我，那人家找你去你为什么不去？我当时默然没有回答，因为我不知道他要讲哪一条啊。是什么事啊？人家请你到
山寺啊，你怎么去啊？我说那个地方，哎，老人家马上接下，地藏王菩萨、地狱都肯去，你只是到这个地方而已，你怕什么？我听到伊刚刚讲在做伊台，我是听到惊惊。但是呢，老人家的因缘力量，还真的鼓励着我们。是啊，果真如此啊！地藏王菩萨都肯发愿，众生度尽，才要成佛。我们能够呢，在佛法的熏修力量之下，来跟大众结结法缘，何尝不可？这时候是让有惭有愧者得以安乐住。当我们在僧团当中看到我们的同参道友都这么肯用功，你想懈怠，你也都会觉得会很丢脸。但是假如大众呢都不肯用功，一个人肯用功，那一个肯用功会被那个不肯用功的给渡走了，因为苹果大家在比烂的，绝对不可以这样。我们要发广大菩提心，勇猛精进心。所以当你自己在肯用功的时候，你无意间，你无形中已经开始度化了很多众生，度化了很多众生，这我们必须清楚明白。所以让有惭有愧者得安乐住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们有过失，我们可以在僧团当中发落忏悔，忏悔之后，我们的心就清净安乐，可以用功办到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有过失在僧团当中，可以发落忏悔，可以继续用功办到。僧团是一个让我们修道修行的地方，绝对不是仇恨斗争比较的地方。这一点我们必须非常肯定清楚自己。再来。是让不信者能信。举个例子，假如你出家了10年、20年、30年以后，你回到你的故乡，人家一看到你就可以叫出你的名字，原来你就是谁，大概你的习气都没有改，因为你那个习气味道大家一看就知道，枉费了你这个20年、30年的努力。假如你在僧团里面已经用功了一段时间，10年、20年、30年以后，大家一看到你，你好像是谁，我认不清楚了。哎，你可以偷笑一下，为什么？你那过去的杂染习气已经不存在了。他们自然而然会学，会觉得佛法有这么高超的力量，可以让一个人完全的脱变。佛法的力量太不可思议了，让不信者能信，从我们自己做起。所以，我们不用去计较你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阶位，怎么样一个阶层。我们现在必须告诉自己，我现在就是佛弟子。我现在必当发愿用功，这才是重要的，这才是重要的。让不信者能信。那佛陀时代不是有一个弟子叫做羊觉摩罗，杀了摩罗王，这么坏的人，佛陀都可以度他，
让他用功。大家都认为这么坏的人真的能改变吗？在佛法的熏修力量之下，他真的改变了。这样的人都可以改变，我们只要肯用功，为什么不能改变？我相信绝对可以改变。那就是从愿力。僧团令正法久住，极为重要，极为难得。再来，就让正信者能够增益。已经本来在佛教就已经非常正信佛法，来看到大众的力量，他更加信心，更加用功。甚至有些人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条件而出家，所以让正信者得真理。在《法华经》里面，这欧罗汉们呢，看到了佛要说法，有些人因为慢心而退道。那佛呢，他就说，我此作中无父之业，是那个因真上慢而退席离开，留下来的人都是大根基。你现在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因缘条件之下，能够来用功，我们必须清楚，让正信者得真理。佛陀呢，就会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就为那些弟子呢留下来者，告诉了发菩提心的因缘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，正信者得真理。最大的一个真上的条件呢，愿成佛度众生，大家本来就应该如此。哦，再来，能够于宪法中得肉尽，就我们现在，你现在开始在用功的时候，你已经开始在远离烦恼，于宪法中。就现在的用功当下，你已经开始远离烦恼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肯用功，是因为我们了解欲望的过失。欲望的过失来自于我们贪爱，贪爱若断，就没有能获得杂染相续的条件，所以于宪法中得安乐。你要了解到世间一切毫不可爱，哦。再来呢，就是未生信者，哦，未生诸肉啊，令不生。就你开始在僧团用功的时候呢。世间的一些杂染习气，你不会再升起来，那就是在僧团的一个功能。
你绝对不会再去羡慕这世间种种的一些杂染习气。比如说刚出家的时候穿个长衫，到这个街路上走，我这会不会有人看我啊？以前在剃光头，读小学的时候剃个头发，都跟父母亲跟老师呢讨价还价。现在我们剃光头可以唱三宝歌了，何其自在！就是你不会再升起那些不必要的杂染习气，破相出家。我们最难舍的，来自我自身的烦恼，你都愿意剔除它，还有什么你放不下？再来最重要的，僧团的重要的一个功能，正法九住。正法九住来自于我们戒律的弘扬，每一位僧众都严持戒法，律制的生活，这个正法会一直在世间相续不间断。同样的道理，若所有的僧众对于戒法持守，若不用心不用功，当然佛教呢就会渐渐的衰退，因为戒法的力量它不在，就在座的各位，我们发大心求上品戒，无非就是令正法久住，这也是佛陀成立僧团最大的目的。每一个人都在正法上用功，持正法，就能一直在这个世界照耀的众生。是我们僧团的力量。当然，我们在僧团里面碰到了任何的障碍考验，我们必须告诉着自己，我们要求哀忏悔，忏悔我们无始劫以来的六根门前的烦恼习气，障碍着我们。不怕烦恼情，我们不怕烦恼情，就怕你不肯用。烦恼来了，面对它，放下它。今天呢，借用着这个忏悔的时间，来跟各位鼓励，谈谈僧团的重要。无非就是希望的你或各位呢，都能够在僧团的一个共修，在僧团的安乐共住之下，承担如来家弘法利生，一定要发广大心，行菩萨道。好，祝福各位，阿弥陀佛。